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我们认养一头牛的新品娟山牛全牛奶。娟山牛是相当于国内的大熊猫一样的，是一个保护的动物，是非常稀有和珍贵的牛。那么为什么要用它做全牛奶呢？因为它的口感更佳，蛋白质含量更丰富，非常非常的好喝。